主播的日常，带各位来看到呢，这是我前几天呢来采访的一张照片记录下来的。我跟我的摄影搭档孟昌呢，我们当下呢，等于说是到了这个消毒的地方，走完之后呢，我们就随手顺手拍了一张。然后我讲说呢，我们都会用旺旺水先喷全身，是真的。这个一脱下来，我们真的是全身给它喷一遍，然后我们连麦克风也喷，机器也喷，就是希望呢这个防疫可以做到到位。因为你在外面真的很多时候你没有洗手可以好好的来洗啊，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，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第一线其实是非常用心也非常辛苦的，请大家多多的给予更多的鼓励，给予更多的加油。